我是 baby 宝宝。没看错，这是吴康仁影集《华灯初上》第二季推出，其中一大亮点就是吴康仁出演的第三型妈妈桑。爱的烦恼，爱的烦恼，为什么爱有烦恼？梦里的爱，梦里的爱，充满了甜蜜幻想。完了，一整晚喝到刚刚，我的胡子都长出来了。我的店刚装潢好，下个礼拜营业，欢迎来玩哦。你是妈妈桑，男的妈妈桑，男人不能当妈妈桑吗？有意见吗？没有意见呐、啊，我们怎么可能有意见呢、啊？我们只是比较少见啦、啊。哎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调通真的是太无聊了，又不好玩，古板。等我的店好了，一定会成为条通最红的一家店啊！原来你们真的有开店啊？你谁呀你？我是 baby 宝宝，对面的 sugar 就是我开的、哦。天哪！也就是说，我们接下来是邻居，还是竞争的对手耶？好巧！我跟芝华是订了一个月的皇家哦，也就是说，下个月你们就没有酒了，赶快囤货吧。你应该就是 Rose 妈妈吧，漂亮，我喜欢。不过还是差我一点了。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。与其回答你的问题，不如担心你们自己的问题吧。全世界都知道，在光里死了一个妈妈耶。哦，可玩哟。你真的认为还会有客人想要来这里消费吗？真实了啦，除了他以外，欢迎你们所有的人在这家店倒闭的时候来我们这边应征呢、啊，毕竟我们店很忙。呀，宝宝回去了，举手投足都是戏，康仁宝宝比女人还妖娆的魅力，让华灯初上增添不少话题。完全乐林汝山报道。